什么是黑桃 A 啊？宝贝宝贝，我们各一杯，爱的黑桃 A， 不勇者，哎呦哎，不勇者不会了吧？哦，这个很难哎。真的真的，你只惹回了风筝的黑夜中的屋檐。哦，好整齐，站在云里，在云里头的巨人。冈山摇怎么摇？冈山摇，冈山摇，冈山摇，太阳。好可爱哦！我还要学那个悯农啊！哦，这个我们燃烧起来，想到悯农燃烧了。来，欢迎光临这边坐哦。好可爱哦！我的点都蛮准的，点的点。哎呦，胖弟，哎，还有一首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哇塞！嗯。我们是上脸上穿着 A 颜色，你阿公说他能够摆六手，我大哥的兵人他是小米七哦，人中兵也上中就是高楼了。我们是上脸上穿着 A 颜色，我阿公说他能够摆六手，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，我也是穿裤子，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，其实是弄裤子。你们这些歌都是在哪里学？在手机学。那可不可以那个教那个天心阿姨什么是黑桃 A 呀？你是我的宝贝。哎，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学学学。年年岁，宝贝宝贝，我们各一杯，人生几岁？爱的黑桃 A。哦。孤勇者。哎呦哎，孤勇者不会了吧？哦，这个很难哎。孤勇者。总爱想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的举我举我不敢不一枪，爱你狠狠的一下却敢顾你的热香，爱你和我那么像却搞都一样，去吗飞吗在打你的里风筝啊筝啊，你只惹回了风筝的黑夜中的屋檐。好整齐哟，好难的歌词哦，难连串哎。我站在云林不会了吧？会，一二三，我站在云林，在云里头的云上。其实你知道我最想学什么？是冈山摇，怎么摇？冈山摇，冈山摇，冈山摇，太阳。好可爱哦。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可能那个手短短腿短短，那个就特别的特别的有趣逗趣。你刚刚学到了吗？因为就高山摇，高山摇，摇摇摇摇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们摇是呗，哎，高山摇，高山摇，摇摇摇摇。我还要学那个悯农啊。这个我们燃烧起来，想到悯农燃烧了。好，你唱我们跳，可以看看好不好？小老师看我们有没有资格？预备，起！悯农，悯农，悯农怪，悯农怪，悯农怪，他是怪的，他是怪的，悯农怪。滑雪啊！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是泰文哎，刚好配合他们的娃娃音，刚刚可爱哦，好可爱，我好想认识你们的班导哦，在那老师在那里，太棒，老师好可爱。来，哎呦，我知道最近很流行黄瓜歌，黄瓜不会了吧？你们会吗？黄瓜歌会，会这个也会，这个很新哎，不知道好处出的不好处，不出不出还好处，不出的好处出的不好处，不出的出的还好处，哇，露出来了，哎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只，你可以学。来来来，你的比较好看。不出的不好处，不什么不出不出不出的不出的好哦不出的好出，出的不好出，不出的比较跟他们一起，跟他们一起跟你拼了。对，三四，不出的好处，出的不好处，不出的比出的还好出。
不出的好处，出的不好处，不出的还好好处。哇塞！哇！你跟他很可以，孩子王，孩子王，孩子王，你要带动他们啦，你帮我们带动啦，你可以的。So man, how you doing? 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, give me. Sorry, sorry. 他们听音乐长大的，所以你要用一二三四。你就看一二三他们就唱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一二三 ，Q 要 Q 他们，要 Q。哦，你 Q 那你试试看。敏农，哦，敏农，刚刚有啦，敏农敏农有啦。跟怎么样了？对啊，再一次好不好？一二三四，敏农嘿，敏农嘿。这就是艺术家，这叫做艺术家。好，从一开始，敏农他们的主打歌了啦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